叫 union。 资料新查询，新查询结合查询附加，附加。然后因为也是两张资料表，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，可以用两张就好了，把表格一跟表格三附加在一起，确定。那这里面啊，把你看出生这边他就都没有空白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反正就是各系统有差别就对了，所以我就直接关闭了。然后请把这一张你看松山九十年开始的出生人数，诶，有看到吗？刚刚死亡好像不到一千，对不对？这边出生大于死亡，好，至少这边将近两千嘛。可是呢，因为少子化，所以确实有1800、1700、1600、1500、1400，有看到吗？是在减少的。好，那所以死亡人数是增加，出生人数在减少，对不对？大概看到是这件事。然后刚刚那边是90到99年，然后再往下松山这边是不是看到100到109年？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工作表我们就取名叫做出生人口数，滑鼠右键移动或复制给这一个档案，给这一个档案，然后移动到最后面建立副本。好，所以这边是有人口数，有死亡，有出生，可以吗？好，我想这样应该没有问题。那刚刚那个档案呢，各行政区的出生人数就可以储存，然后关闭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请你们动手先做到这边。以上是出生跟死亡人口数的资料前处理。